六，加床作业。一，架床。以双手抓住架床底部之把手，拉出架床，站立于床之侧边，将床推至定点，距离固定床90公分处。双手握架床上方把手，右脚顶住下方横杆，将架床往地面拉下，调整定位。将固定床垫之魔术毡束带解开，魔术毡束带需塞放在床垫之下。检视前后两条魔术毡束带塞放情形。二，坐床。一，拉出床垫，将加床床垫拉出约30公分。二，铺清洁卫生垫，取清洁卫生垫，抛出清洁卫生垫，将清洁卫生垫展开，平铺于床垫上。将清洁卫生垫四角之松紧带套入床垫之下。三，铺第一层床单，取床单，抛出，正面向上，对准中间线往两侧摊开，走至床头，摊开床单。整平床单，将床头长边之床单以手刀切入床垫下，折出垂直折线后，再将短边床单切入床垫下。走至床尾，将长边之床单以手刀切入床垫下，短边之床单以手刀切入床垫下，做出垂直折线。另一边同此做法。四，铺第二层床单，取床单，站立床尾，抛出床单，反面向上，对准中心线摊开床单。走至床头，摊开床单，调整床头处床单下垂30公分。并整平床单。五，铺毛毯，取毛毯，站立床尾，将毛毯抛向床头，毛毯正面朝上，往两侧摊开平铺后，标志朝上，走至床头，调整前缘与床头平齐，两侧下垂平均。六，铺第三层床单，取床单，站立床尾，抛出床单，正面朝上，对准中心线，摊开床单，走至床头，摊开床单，
调整床头处床单下垂30公分。并整平床单。七，折床头景。将下垂之床单及毛毯翻折床缘对齐，再翻折形成约30公分宽的床头景，整理床头景两侧，再以手刀切入床垫下，走至床尾，将长边床单与毛毯切入床垫下，折出垂直折线，再将短边切入床垫下。另一边做法一同。检视平整度。八，装套枕头。取枕头与枕套置于床上，摊开枕套，将枕头套入，抖动枕套，整形折边，另一枕头同此做法。九，放置枕头。压平枕头，铺设标准枕在下，软枕在上，枕套折边向下，包边向上，开口朝内。十，推回床垫，将床垫推回定位，床推靠墙。三，开叶床。在面向固定床一侧，将第二层床单、毛毯、第三层床单一起向床尾方向翻折约30度斜角，将下垂部分折入床垫下。调整开叶床角度，取足部与拖鞋，并将拖鞋的包装袋拆除，丢入房屋工作车的垃圾袋内。足部铺于床腰地面处，正面向上，手撑开鞋面，放置足部中间位置，正向床面。完成后，巡查是否平整美观，具商品价值。